Hey, 各位，现在呢就是科林里面的直播。咁对唔住，今日呢因为呢搞一大轮嗰啲技术性嘅问题呢，所以搞来搞去都搞唔掂。而家卒之呢俾我搞掂啦。因为老人家呢就对呢啲呢比较唔系好熟嘅嘢。咁今日呢我想讲题目呢就係 Zombie。香港呢就亦做丧尸。咁其实呢喺台湾呢就仍然亦做僵尸。打字边个僵添，唔系人字边个僵。中国嘅字呢好多时系要有会意嘅，佢通常僵尸嘅僵呢，中国僵尸就系人字边个僵。不过打字边个僵呢都可以。咁zombie 呢亦做丧尸呢，我睇下亦都几好嘅。咁点解会讲zombie 呢？因为最近呢我睇咗一个 Facebook,有个 Facebook 嘅朋友呢，佢就感觉到呢佢睇一套美国嘅丧尸片，片集好出名The Walking Dead。咁而家呢嗰、那个咁样嘅话题呢，美国啊欧洲呢差唔多呢好流行，差唔多啲人当咗系真嘅一样。咁我一陣再講講佢原油發展呢，係好有趣嘅。咁佢話呢只係覺得呢啲人俾班喪屍追來追去，走來走去，唔知講乜。咁你細心呢體會嗰、那個劇集作者呢咁多心血放咗落去呢，其實佢係講緊呢人性嘅善惡。讲紧咧人嘅生命死亡呢个关系，咁所以咧佢系借题发挥啫，当然唔系真嘅种神怪纪录咁，我哋亦唔需要当真，但系好多美国人咧、欧洲人咧，直情当咗咧 zombie 呢个样嘢系真嘅，咁咧就真系惊。其实呢佢后面呢有好多寓意，咁我先呢由佢个源头讲起。zombie 呢个字呢原来嘅意思呢係刚果嘅文字，非洲刚果文字。佢係意思係死人嘅灵啊 ,spirit of a dead person。死咗人之后有冇个灵呢，有冇个 spirit 呢？咁呢样嘢呢我都又不能够话冇，又唔能够话有。因为我呢系一个不可知论者，怀疑论者，所以呢我唔能够讲话必有或者冇。咁亦有人称之为呢呢种呢 spirit of a dead person 呢，系一种活尸，活死人，咁所以咧就相同于咧中国里边嘅所谓僵尸。咁中美洲咧嘅有一个宗教叫 Voodoo 咧，有人译佢做伏刀教，有人译佢做咧巫毒教。咁當然伏刀教個樣個名咧比較中肯啲啦，巫毒咧咁都相當驚人，好似咧有貶義咁樣。咁由呢個咁樣樣嘅傳說咧，由中美洲產生個咁嘅傳說，引致到咧後來啲人加工藝術化咗佢，美化咗佢，就變成咗咧一種產生恐懼嘅宗教。咁慢慢咧唔止係宗教添，仲產生係一種好恐怖嘅現象。佢嘅恐怖處喺邊度咧？恐怖處咧就係嗰啲冇靈魂嘅人。
或者佢淨係得活動，但係佢實際上係死咗嘅人，冇感覺嘅人，或者佢冇思想嘅人，呢種人所謂人，用屍係殘害其他活生生有血有肉嘅人，而且呢最恐怖嘅就係佢咬人之後，會將嗰個屍毒咧，佢屍體裏邊嘅毒素咧，傳染咗俾被咬嘅人，因而咧嗰個人冇幾耐咧，亦會變成活死人。咁之後咧呢種傳染咧，佢死咗之後傳染之後咧，佢又唔係好似死咗冇活動，佢又有活動，又去咬其他人喎。哈！咁啊，一傳十，十傳百，哇！咁一度搞落去咧，呢種咁樣樣嘅傳染咧，真係咧無止境，而且咧好難控制。呢種喪屍咧，嗰、那個現象咧，係令到咧嗰啲其他人咧係恐懼，因為咧。死个死者有可能是佢嘅亲属，又系佢挚爱嘅仔女或者系太太、丈夫或者父母，有人伦关系，咁啊防不胜防啦。因为佢死咗之后已经唔系再系佢嘅朋友、亲戚或者系家属，佢只系个尸体，但系咧佢有人嘅。形狀咁所以咧，仲遺留咗一啲咧，大家嘅感情喺度。如果要徹底消滅佢咧，好有可能咧係需要另外一種手段。最有效的手段咧，就係、插入佢個頭，佢腦嗰度咧，等佢完全消滅咗佢個大腦。咁佢就可以累低，咁要亲手咁样做咧，好多人嚟讲咧，相当系觉得困扰，佢困难嘅。咁最初嘅所谓巫毒咧，同而家嘅巫毒咧，就已经有好大嘅分别。最早巫毒咧，等我哋会再详细啲讲，系源于呢个巫毒。这个伏都教里面的一种呢巫术的仪式，而现在呢这 Walking Dead 的所谓zombie 呢未必一定再是那种这样的尸毒，它呢已经呢将它转化成为第一人自己害死自己的所谓virus， 一啲咧病毒，呢病毒人呢研究出嚟之后咧，佢唔能够控制翻佢，而引致到呢病毒咧喺死尸度咧，喺死咗嘅人度咧身上咧，演变成为咧一种咧更加剧烈嘅。病毒使到个死尸咧复生，个复生意思唔系话佢有生命，而系恢复翻有能力，咁咧就危害啦。咁呢种咧，其实暗底里个潜台词咧，就喺度讽刺紧人类自己自找麻烦，自己咧发明咁多嘢卒之咧，自己害翻自己。咁另外一种咧，又系。埋怨紧或者责备紧、控诉紧人类嘅，就系、是、呢种咧辐射。因为咧，而家嘅能源咧开始咧要找寻一个能源嘅新嘅资源啦。咁啊，好多时咧就认为咧，这个核子嘅变化咧，将会咧系用咗核子能嚟应用到。在
能源方面，但好可惜，好似切爾諾貝爾嘅爆炸、日本地震、海嘯嘅傷害咗核子發電廠，呢等等咧，令到咧呢個世界上感染到好多輻射性，而輻射性咧，唔好聽講句，完全係有害嘅，令到咧人類咧蒙受好大嘅損失，唔只係現時今日嘅損失，而家遺後遺落嚟嘅後邊嘅損失咧仲大，好多咧生物咧畸形咗，或者好多生物咧有佢嘅增長已經唔循正途，可能係畸生咗。咁於是乎咧，所謂有cancer 啊，有毒瘤啊，有唔同嘅癌症嘅爆發。咁呢啲都係咧自己人類啊控制唔到自己嘅科學其中咧嘅一種咧弊端。咁好，而家咧話嗰啲zombie咧，嗰啲喪屍有啲咧係由輻射引致到，而輻射引致到咧就係嗰個死嘅人有一種力量，佢係翻生咗，但係咧呢種力量唔係造福嘅，呢種力量咧係危害嘅，佢一度會傳染嘅。咁另外一種咧更加巧妙，更加奇妙噶啦。佢話咧呢種咧 zombie 咧係外星人怪力亂神咧嘅影響嚟嘅喎。咁呢種另外一種講法，呢種咧就同人自作業冇乜關係，受外星嘅侵略啦咁講。好啦，咁而家咧我再講講咧，正話講咗呢個題叫 Voodoo 復都教，或者咧叫做巫毒教。咁呢個復都教、巫毒教源起於咧西非，喺西非嘅地方咧就有國家叫做 The Republic of Benin。呢、这個貝寧國咧，呢、这個復都教咧係佢嘅國教嚟嘅。呢、这個咧係查地圖咧都揾得到 ，Benin， Benin。嗱，你睇睇呢個地方咧，佢喺西非嘅差唔多近海，喺呢個地方咧，好早嘅時候咧，早期嘅葡萄牙人啦、航海家、探險家、西班牙嘅軍隊啊、商船隊都經過喺嗰度咧，捕獲咗好多西非嘅土人。你知道當年咧，呢啲雖然係篤信天主教嘅國家，但係佢哋有一個錯誤嘅觀念，認為咧係可以逆洗呢啲唔同人種嘅人作為佢奴隸嘅喎，呢個另外一個另外一章會講講。咁因此咧，對呢啲咁樣樣嘅黑人咧，佢哋完全唔客氣，就俘虜咗過嚟咧，就成為咗佢哋嘅黑奴之一，運咗去中美洲。在中美洲呢开采佢嘅新嘅天地。咁可能係种植啊，啲 plantation 啦，又种借多啦，咁天气啱，有时呢做一啲苦役。咁当时当地嘅人呢，当地呢土人呢，去到之后呢，他们就将他们在西非所信奉的万物有灵论的
诸天神佛带咗去嗰个地方，尤其系加勒比海呢一带嘅中美洲地方，喺嗰度咧，佢哋亦被逼信奉天主教，因而咧，佢个呢种佛都教咧系混合咗天主教里边嘅圣人、圣母或者某啲教义，再加埋咧个满天神佛嘅西非嘅土人嘅宗教而成为嘅。咁呢一种咁样嘅宗教咧，都算系一种怪胎。咁因为怪胎咧，就自然咧有佢个不可以解释嘅理由噶啦。咁佢哋呢种西非嘅万物有灵论咧，以信奉咧蛇啊，蛇神 snake 蛇神咧就为一个佢哋嘅主神添。咁喺18世纪1724年咧，佛都教咧就开始承认，就成立于咧当时嘅而家嘅海地。海地咧系两个一个岛咧两个地方，一个咧多明尼加共和国一个海地。咁而家咧都系一个好贫穷嘅地方。咁曾经试过大地震咧，系佢嘅首都太子港咧都遭受到好大嘅损害。在那段时呢都会使到很多人死亡。他亦试过呢他们亦有黑人的总统呢，所谓总统呢其实是一种巫师来的，是他的是一种巫师。又以这个佛都教呢为他的政教合一。搞到呢乌烟瘴气，不是奇的。佛都教咧，仲有一个讲到佢嘅祭司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比较奇妙嘅讲法，就系咧佢啲大祭司咧，无论男女嘅大祭司咧，都可以通神，有一种咧神秘力量，对云咧可以起死回生。咁查实呢，喺白人啊，喺呢啲地方呢嘅研究所得啦，呢啲祭司其实係落咗啲毒。呢种毒落咗之后呢，令到某啲受毒嘅人呢，尤其黑人，佢呢係消失咗佢嗰个想象理性或者逻辑，等于一个咧躯壳，系只能够用佢嘅体力嚟劳动，佢系完全听话、听教、听话。嗱，好多暴君咧或者政治嘅独裁者，其实最欢迎就呢种咁样样嘅行为啦。就是听教听话，又不用洗脑啦，直情呢就是洗到那些人呢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做的添。那这种呢受到他们的毒素影响的人呢，就会在那些大嘅农场里面呢，日日又做夜又做，好似都唔使休息咁样。食呢都唔係好多，着呀更加严啦，热辣辣着乜鬼。引致到呢係一种免费劳动呀嘅一种产生呢种咁嘅效用。咁呢种冇咗知觉，只能够听从指挥去工作嘅活死人呢，
喺農場度工作之中咧，確有其事喎。好多人咧都想話去揾出佢呢個咁樣樣嘅原因。咁曾經咧經過有位戴維斯啊先生嘅調查咧，就發現一個咧案例，佢調查出案例，一個咧已經宣布咗死亡18年嘅男子，克萊維斯叫做迪亞茲。佢呢個調查發現咧，佢喺醫院咧突然間咧吐血死亡咗，係猝死嘅。當時嘅醫院咧係簽咗死亡證噶啦，而且咧係打咗包，混入咗落去雪房嗰度咧，雪咗佢20小時噶。但係咧，1980年喺佢出生地嘅另一邊咧，就發現咧呢位迪亞茲先生居然仲喺個街邊遊蕩啊！嗱，呢個唔止係記載，而且好似有相片嘅嚟引證。咁啊，你話佢出現咧，係咪個樣似啊？唔系咁简单喎、啊！呢18年之后咧，呢、這个复翻生嘅死人咧，游荡紧喺街边嘅死人咧，俾佢妹妹、亲生妹妹认出，埋去接触佢咧，觉得呢位仁兄神志不清，浑浑噩噩咁样咧行紧。佢都唔知道自己發生咩事，而且咧，佢係認唔到人嘅，佢冇話只認到人，係一個廢人咁樣。咁唔係呢個問題，問題就係點解一個死咗1962年死咗嘅人，居然咧喺1980年喺街頭？又發現翻，而且咧有佢有生命，但係混混噩噩咁樣生存咧，呢樣嘢咧即係真令人咧即係頭赤。咁卒之咧，卒之就再後邊再發現咧，就呢位老友咧。就是一個喪屍，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一個zombie 了。他當年呢必定是被一些巫師呢所引誘，服食了一些呢毒藥，引致到呢他呢慢慢呢就失去了理性，失去了理智，沒有邏輯，沒有思想，就變成一個活死人。呢、這個活死人呢就係、是、喪屍嘅一個呢現實嘅情況啦。好，咁呢度係上半段，我哋下半段呢繼續喺我未完成之前呢，我呢就休息一陣間，咁我要補充嗰、那個攝影機嘅電源，咁一陣間咧幾分鐘之後咧，再同大家再講落去咩叫喪屍。好啦，咁而家我哋咧繼續第二段。講喪屍，咁中間咧停一停之後咧，
我再思考一下咧，应该讲下乜嘢叫做丧尸？点解会宣传到咁样？而家成为一种咧热门嘅话题咧？咁啊，我想讲讲咧，最早嘅时候咧，研究丧尸咧，就一定要提提呢位仁兄。呢位仁兄咧就叫做 George A. Romero。呢位系一个美国嘅导演，咁啊，当年咧佢拍咗一套黑白片，叫做《The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嗱，我相信咧好多人都或者睇过。其实佢拍咗呢套片之后咧，系低成本嘅一种黑白片嚟嘅。佢第一次咧，将一个新嘅 idea 咧，就摆咗上去电影度。以前呢 White Zombie 呢套电影呢喺1930年代呢已经呢出现过。喺嗰陣时呢就好多人呢当呢个丧尸呢只不过係海地巫毒教里面或者係伏刀教里面嘅一种呢传说嚟睇。咁讲呢喺一个荒岛上高呢同呢啲咁样样嘅可怜嘅人，收尾成为咗一种咧恶魔咁样嘅人咧困兽战。但系去到George Romero 嘅年代咧，呢个系大约喺荷里活嘅50年代咧，呢、這个咧已经系。有新嘅睇法，佢唔系净系讲紧巫毒教或者喺非洲西非带嚟嘅一种咧恶魔式嘅残忍嘅毒害，而系讲人类咧自己俾自己咧嘅一种惩罚。其实呢因为佢卖得呢所以呢喺当年呢拍咗三部。拍完第一套之后收得好收得。咁呢黑白片嚟嘅恐怖片。咁呢就即刻拍第二部。啊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之后呢就拍咗 Dawn of the Living Dead。再拍咗 Day of the Living Dead。呢三部曲呢就係可以话荷里活开创而现代丧尸片嘅起源嘅先河啦。咁佐治·罗马尼奥呢拍呢三组片嘅时候呢佢係有一个心目中有一个主题嘅。佢係将当代即係嗰个年代嘅美国社会呢作为一个好严厉嘅批判。呢批判咧，包括埋传统价值嘅崩溃，所谓消费主义嘅泛滥，极右思想嘅重生。嗱，呢啲咧都系咧隐隐约约喺佢个电影里边咧，出翻嚟，含义出翻嚟嘅。嗱，呢一种丧尸咧喺佢哋就出嚟咬人嘅丧尸，并唔系。中咗巫毒教嘅毒嘅人嚟嘅，或者个嘅尸体嘅，系受到啲辐射嘅噃。嗱，呢个正话我都讲咗啦，上半句讲咗啦。如好多人都埋怨紧咧，而家呢个社会咧，因为咧经常都要资源。好多时呢亦唔嗰陣时尤其嗰个年代五六十年代係冇环保观念咁蓬勃嘅。好多时呢为咗赚钱为咗好多嘅特别嘅利益官商勾结底下呢好多时就人民呢唔係享受到成果。是先享受到
灾祸，后来至可能有啲成果，但最大嘅成果都系资本家获得嘅，钱银系佢哋立晒。嗱，喺呢个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里边咧，好好地咧都暗喻紧呢啲咁嘅事。佢呢种比以前话嘅借题发挥嘅所谓 vampire 吸血鬼 werewolf 人狼，比呢啲咁嘅不死物 the death 更加残忍，更加凶残，更加难掌控。喺 vampire 里面咧，呢个西方嘅一个文化里面咧 ，vampire 咧系敌对基督嘅，即系敌对基督教，所以咧 ，vampire 系可以利用到宗教，尤其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嘅犹太教有嘅嘅仪式，譬如神父嗰件礼袍、圣水、十字架呢啲等等咧，都可以克服咗佢。佢系一种咧邪不能胜正嘅物体，警觉都好，吸人血都好，吸咗之后成为另外一只 vampire 都好。而且佢虽然系死物做，但系咧原来佢有感情，或者咧甚至有智慧添。咁容易啲对付啦。人狼 wolf 咧，喺中世纪嘅时候咧，喺欧洲系非常之兴盛嘅。好多人咧都认为咧，世界上真系有人狼，真系咧有一种咧夜晚喺月明之夜咧系会出嚟四围咬人食人嘅凶残嘅动物。但系喺翻另外一个朝头早咧，佢又会回复翻变成人。佢系人咧，只系喺个月明之夜，佢只会出嚟变咗个狼嚟到去为恶啫喎。呢一种咁样样嘅传说，咁呢种咧都仲有人性，因为佢会变翻人啊嘛。佢或者都感觉到自己系人狼，佢自己都识克制。咁啊，但系咧 ，zombie 咧呢种无论佢系受到毒药嘅支配，或系受到咧呢个辐射，或受到微细菌，或者系外星人嘅操纵等等其他嘅原因嘅制造嘅活死人咧，系佢唔识操纵，佢哋咧冇人性，仲但系有力量喎，而且咧仲系好多人啊群起添，咁呢样嘢咧亦系引致到咧恐怖嘅原因。佢唔一个人嚟嘅，佢一群，佢就一弱点咧，就系缓慢嘅，佢行路撇下撇下，佢唔能够追得快。但系咧，佢人多就扭蚁多就嬲死象，咁啊亦系咧好难对付。咁咧喺George Romero 呢个电影里边咧，呢扎咁样嘅活死人咧，就喺坟墓度争出嚟，要危害。咁想引致到咧，有嗰度个村民咧就躲藏起嚟，躲藏起嚟里边咧，佢哋嘅领袖咧系一个黑人。是率领呢班人咧抵抗住，还欲抵抗，但系唔好在咧屋里边咧仲有一个细路仔被咬咗，慢慢会变成一个新嘅 zombie。
亦喺里边危害。咁究竟呢个亲戚呢、这个系好可爱嘅小孩子，会危害到呢一班人点呢？咁亦系一个新嘅悬念，使到观众咧好肉紧。外有外忧，就内有内患。咁当然，最后尾政府派军队嚟到消灭呢啲丧尸，但唔好彩，最后咧佢哋嘅领导呢、这个黑人被人误会，以为佢系丧尸，亦受枪杀。咁又系一个好凄惨嘅故事。但系咧，冇点到咧，佢成为咗一个咧电影嘅经典。呢套咧里边诉说咗好多人性，好多咧人嘅生死、亲戚嘅关系，同埋喺困局里边啊，喺呢个屋里边困局里边咧，人性嘅善良与丑恶咧，完全咧都暴露无遗。如果大家睇过呢套戏嘅活死人之夜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咧，都可以咧上网咧沟通一下，大家咧讲讲对呢套片嘅睇法同埋欣赏。大家知呢个咧系 zombie 片咧嘅始祖，亦唔困局住咧于古旧嘅一种 zombie。咁由呢套电影开始咧，所谓 zombie 嘅次文化咧就慢慢形成啦。咁跟住来咧，都有好多奇幻类嘅小说啊、电影啊，甚至乎咧而家兴嘅电玩啊，都咧出现好多咧角色扮演游戏啊，或者咧漫画嘅都登场。而家我哋嘅讲《The Walking Dead》呢套喺美国咁做咗咁多个季节嘅电影咧，都系从一本漫画书里边咧改编嚟嘅。呢漫画书咧好受到青少年嘅一种喜爱，亦系因为咧佢唔系单单只系一种惊险奇情嘅科幻小说，而且内边咧里边咧系有好多讲述人性善恶，同埋喺生死之间，喺一个咁样样嘅社会里边，佢点人啲人会歪曲到自己嘅人性到一个乜嘢阶段？有啲咧，你直情咧系幻想唔到，喺你嘅理想之外，原来人性嘅丑恶咧可以去到咁样嘅阶段。咁丧尸呢种咧，咁样样嘅文化咧，点解会又喺电玩啊、电子游戏里边咧，一时间咧又会咁繁盛咧？原来咧喺早好多早年啊之前咧，我哋细个嗰时睇牛仔 cowboy 片，经常咧都会见到咧牛仔咧去杀啲红番，咁而收尾咧就呢样嘢受到咧好广大嘅声音，啲声音咧都系谴责制止，因为北美洲咧最早嘅土地咧嘅原居民都系呢啲红种嘅土人，白人咧只不过系从咧欧洲迁徙过去，反而咧去到屠杀佢哋嘅呢啲咁嘅人，啊抢人土地，仲要杀咗人，差唔多咧有好多时咧系种族灭绝嘅，
唔係一個和平相處，又唔係一個文化交融嘅大前提底下，當然而家咧就唔能夠咁樣做啦。咁當年咧，所謂嗰啲 cowboy 嗰啲牛仔片咧，好多時咧都係殺紅人，殺紅，佢哋叫紅番，我哋亦做紅番番人啊。咁呢個係喺中國咧都係。好早期咧，都系南而北狄啊，都当呢啲少数民族咧系番人嚟噶啦，都睇小佢哋噶啦，个文化水平唔同啫，系嘛？咁但系咧，亦唔识尊重别人嘅文化，佢哋有佢自己嘅文化，有自己嘅生活习惯，有自己嘅土地。好啦，咁因为咁样咧，引致到咧，好多时就唔能够满足到一啲咧游戏商嘅赚钱嘅牟利嘅目的啦。最好咧就系打贼啦，咁多贼俾你打咩够打咩咁。有時咧就話打敵人啦，咁譬如咧，你講翻二戰打德軍，或者咧打日本頭咁，而家咧大家又話唔想揭開翻嗰陣時嘅瘡疤，又唔想咧舊事重提啦，因為而家咧德國咧喺歐盟咧已經係阿哥嚟噶啦，日本咧雖然經濟唔係咁好，但係咧。不失为一个咧国际举足轻重嘅国家，咁做乜仲要讲诛杀佢哋嗰啲？一定打仗就一定系有成输噶啦，有正反噶啦。咁不如咧就用一啲一定系危害嘅敌人嘅对手，呢啲咧括咧刚才我正话讲嘅 zombie 啦。杀 zombie 咧，啲人咧打 zombie 咧，打个枪或者射个箭，或者咧甚至乎咧埋身肉搏，击到佢个击破对方嘅头颅，血花四溅、脑浆四溢嘅时候咧，咁嗰啲人咧就觉得喺呢个游戏里边咧得到快感，有成功感，杀得几多个 zombie 就几多个 zombie 啦。咁但系 zombie 又冇国家噶噃，佢又冇历史真实根据嘅，佢虚构出嚟嘅一种咧非人嘅动物，引致到咧任杀唔嬲，哼，咁啊俾佢谂到呢条桥，就于是乎咧 zombie 咧就成为咗咧而家电玩里边嘅一个非常重要嘅大嘅题。大嘅敌人题目添，咁仲有咧 ，zombie 喺最近咧呢、這个好多套戏里边咧都咧有佢嗰个转化嘅，咁譬如话喺《生化危机》里边呢套电影里边咧，植物咧都可以成为。感染啊！呢、这个成为 zombie 嘅，咁有一套片咧，大家又爆我忽略嘅呢套片咧，一个黑人主演，佢系当代嘅一个科幻小说《我是传奇》（I'm the Legend） 里边嘅故事嘅主人翁，这个I'm Legend 里面呢所谓呢个 Living Dead 呢并唔系传说中嗰个 Vampire， 而呢系啲人疑似嗰啲咁样样嘅monster， 啲魔呢系吸血鬼。咁查实呢如果大家睇过套电影或者睇过呢个小说，大家都知咧，
里面呢其实是讲紧一啲活死人，呢啲咧我哋都可以归类为咧系 zombie 嘅。咁呢啲活死人咧行动系非常缓慢，而且咧系傻头傻脑咁样戆居居咁样中下中下。咁啊，即系表现到佢哋咧，系智能上咧系可以话完全冇噶啦。但系佢可怕地方，就因为佢冇晒人类呢种智能，佢哋净系得翻一种感受，佢就系闻到血咧，就闻到人味咧，佢就埋去扯、咬、划、伤害。而且呢最重要都是他们有病毒可以传染的。咬人的丧尸呢咬了之后呢他不会死的。他还会呢食人那个脑的脑髓。食完之后呢食个心肝食其他。变成呢一种呢很核突。好血腥嘅一种咧情景，咁呢一种咧，慢慢啲人睇惯咗啦，就觉得咧咁残忍嘅嘢咧，反而系睇到佢哋开心喎。呢个咧可以系话都市里边嘅一种咧，非常之畸形的发展。我们应该见到张老徒弟啊，或者见到一些这样样的不开心的东西呢，应该是咬牙切齿的。但是呢现代人呢很多呢都变成呢是喜欢看。而且呢亦着着欲试呢想去消灭他。因此呢呢一種嘅 zombie 嘅片咧，漸漸咧又流行咗咧，成為新嘅神怪片、科幻片。好多時咧就已經代替咗佢本來嘅哲學意味，或者咧本來嘅人描寫人性嘅意味。呢個咧係我哋一種商業上嘅遺憾嚟。不过无论如何呢，在现代的社会呢，我们都知道原来呢 zombie 呢是所谓丧尸呢是绝无其事的。可惜呢在西方的社会，在美国的社会呢，仍然有很多人是觉得这个世界真是还有 zombie 的。还要准备定咧 ，zombie 嘅时代嘅来临，引致到咧买定一啲咧架撑，准备咧同佢搏个命，或者咧喺 zombie 嘅控制环境底下，点样样可以求生存咧？储备啲乜嘢嘢咧？咁喺比较传统啲嘅讲法。Zombie 咧系食咗一啲毒药，有啲人讲咧呢种毒药咧系从鸡泡鱼嘅毒得翻嚟嘅。嗱呢种咧就鸡泡鱼嘅毒咧，好多人都知道咧系剧毒无比嘅，系麻醉咗人咧直至到死亡嘅。所以有一句说话讲咧，就无死食河豚啊嘛。咁係好好味咁但你如果你烹调嗰时汤嗰个鸡泡鱼唔干净呢，或者做得唔好呢，割破咗佢内脏，尤其个胆脏肝脏
佢哋嘅魚嘅裏邊嘅毒咧，就會咧滲入咗魚肉嗰度咧，你食埋落去咧，少少咧都怕者咧不能幸免。我廿幾歲嗰陣時係食過一次，嗰陣時咧大道院誒李漢祥請食嘅，到當年啊係200蚊港幣一塊，當年200蚊好貴嘅，老六啫。乜嘢都冇嘅，搵个水滚水老肉，然后搭落口，灼一灼，我就唔系觉得点好食，但系咧，样样都试下嘛，做我哋做嗰阵时做编剧，样样都啊不妨试下。咁啊，又讲翻呢个毒咧，有冇得解咧？咁当时咧，喺桑比喺海地咧，啲人话咧，原来受到呢啲毒啊所麻醉咗嘅人咧，佢哋最好咧就系食盐嚟到解，食啲生嘅盐咧，海盐咧就会将佢咧啲毒解咗啦咁样，或者食啲咸嘅嘢都得，咸嘢即系盐叶咯。咁所以咧，嗰啲巫师为咗确保啊。呢啲咁嘅奴隸咧，係永遠係效忠於佢，聽佢話任佢點使。於是乎咧，都將佢哋條脷割咗嘅，即係等佢咧嚐唔到鹹味咁講。咁嗱，就算呢個係事實嘅真相，我哋只能夠講咧，呢個巫毒教裏邊咧，或者伏都教裏邊嘅一種咧，古怪的行为有，都只不过是一种呢有科学呢可以解释到的现象。可惜呢后来呢用了譬如 virus, 用了过滤性病毒或者辐射性这些等等呢引致到的 zombie 呢，我们呢是无法子解释得到。而咧喺美國好多地方咧，都話發現到咧有 zombie， 有呢啲咁樣樣嘅活死人。但系咧，事實上係唔係咧，我都好懷疑。我咧暫時咧不能夠咧確實，但亦能亦唔能夠不確實。佢嘅存在，但都唔使擔心。點解咧？因為佢哋都係行動緩慢嘅，冇智力嘅。我成日都相信人類嘅智力咧，係我哋嘅最大嘅工具。我哋咧係可以戰勝一切，就因為我哋有智慧。亦唔相信咧，喪扁呢種邪咧，邪惡咧可以戰勝我哋。咁所以咧，戏还戏，书还书，电玩还电玩，就漫画还漫画，动漫还动漫。我哋咧亦知道咗 zombie 系乜嘢嘢咧，亦唔需要特别担忧嘅，亦唔需要咧见到买咗啲书咧，啊讲到 zombie 点样巴闭咧，人知道咧会大家惊。好啦，今日咧介绍咗 zombie 之后咧。就如是我聞咧，今日會提早啲完結。咁我哋星期六咧繼續會有節目，就係咧同阿女王做嘅禁室不禁話。你知咧呢、這個節目咧，女王已經交由俾我咧單人處理噶啦。佢啊單人處理咧呢、這個生同感受，咁大家咧。亦多多支持佢嘅學習啦，佢籌募嘅學費啦，呢啲咧我哋咧都需要咧支持下佢嘅。喺呢、這個如是我聞裏邊咧，我會繼續做一啲咧比較奇形怪狀嘅資料俾大家，咁希望大家咧都喜歡。好啦，咁就此拜拜，再見。